黑椒葱爆三文鱼，原料三文鱼300克，调料色拉油1000克，盐2克，味精3克，料酒12克，蛋黄1个，生粉30克，黄油30克，黑胡椒碎12克，京葱段50克，生抽8克，美极6克，高汤35克，小葱煎8克。制作：将制作刺身剩余的三文鱼下脚料内，调入盐、味精、淋料酒，抓鱼码味儿，加蛋黄，拍生粉，抓匀上浆。再卷成球形，拍生粉，捏紧待用。锅内色拉油大火加热至3成热，下入三文鱼球，小火浸炸至定型。再改中火浸炸至熟。起锅，沥干油分，锅留底油，锅内加黄油，加黑胡椒碎，炒匀，加京葱段儿，煸炒出香味儿，淋生抽、美极，加高汤，大火爆炒均匀，起锅盛入盘内，上面再放一小葱尖即可上桌。特点：鱼肉鲜嫩，黑椒味浓郁，巧妙利用下脚料节约成本。